看它会不会开。哎呀，为什么这么远？啊，什么？怎样？还好我们有来。那发脾气耶。发脾气，我犹豫。我不是说来日本得了犹豫病。哪有？还是不行哦。嗯。有吗？有吗？有看清楚。有了。唉，又要撸。缆车站左边一个。这下是华华站。你说什么？就是滑，看着滑到哪，然后就要用哪个？就是要一路滑回去啊。不是啊，我说滑不上去。嘿啊，是啊。往缆车站要一小段。咖啡色那个缆车站吗？你看，有人钻进去就是一个。再往左边还有一个。我们要哪一个？右边这个就可以。右边这一个上去是接东莞山。还是我们去左边那个，我们从西莞山回去好了。这个人是高尾吃苹果派，这个人是一个人。对啊，吃完就走了。你这很可怜。哪有很可怜？我觉得一个人滑雪很孤单。等一下啊，我看，在左边也有一个。往前坐的话，就要坐回东莞山的贡多拉了。但是坐左边那一个的话，就是往西莞山了。只是多远开始走路？看要退多远了。西莞山高天远，可以哈？哎呀，可以啊！我去年就研究过了。啊，也许。好热，好热，好热。
对啊，爬到这了。好多小脚印啊。很明显、啊、很明显，只是看不出来这是往上还是往下、哦、这个是滚的雪球，是雪球。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这样一直动一动？因为有人踩过来啊。好，是说他们来检查。对啊，刚刚我看到那有个楼梯爬上这个网子。你觉得很小吗？可能不是吧。这边也有啊，脚印，脚印，脚印。这看起来是往上爬的。嗯。我如果对 Yuma。他会啊，干嘛？撒娇。是啊。还在叫。那我会撒娇、哦。别说，算了，他其实还是个小孩，他也才四个月，他没几岁。这里不准滑。不准滑。怎么感觉就是滑乱七八糟了？嗯。是因为再滑就要吐了吗？还是怎样？被围起来了，因为这一次那个西管三连高天原的那个桥是过得去的，对，我这次从西管山回去。西管山跟高天原中间就是一条公路，之前的话我们得拖雪板走到对面去高天原，但是现在它中间的那个桥是通的，我是昨天还前天看影片，是可以撸过去的，所以我们就从西管山回去吧。西管山我们也滑过啦，就是我滑过头，滑到别的缆车去的这个。对啊。摆明的是动物。一下去又有个缆车站的样子，滑下来又会有第二个缆车站。哇，那边那一个缆车站。哎呀。好像往那不知道往哪边呢、欸、现在看得到的那个缆车要坐嘛，但是缆车站不知道在哪里。对啊，是那个屋子吗还是怎样？嗯，往前滑好了。那个缆车站，好、啊，
有罩子。没那么冷啊。它有隔那么远吗？可以。你说这样吗？太可以。这超远的。刚刚好近。现在这个才来。对啊，我们刚刚好近。很近。现在我都不知道，觉得他去的时间点都很近。他会把我盖起来吗？对啊，是动的。好像没有。他没有盖啊。是自动的吗？不是，比较落后。哎、你有弄到吗？我没有弄到。我也没有。他知道好近哦。哎呦，还是那个人早就盖好了。盖好了啦。我还想说那个人没有，没有。原来是。他是刚刚到站，他有自己打开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会自动。哦，你是说因为来的那个盖子的？对啊，来的是盖子的啊。他都不用清洁，他很轻松。有道理。不过也没下雪，还没什么好清洁。嗯，今天天气真好。这种天气又好，雪又不会变硬，真是不错。接下来就是往正前方一直滑，一直滑。正前方哪里？不知道。现在滑上去，它就是西管山山，应该算山顶吧。对。可以往前滑，也可以往后滑。往后滑就是回来这个地方。对。往前滑就是会要过马路的地方。哦。然后过马路，去年。有，然后滑一下这里吗？可以滑一次啊，这里简单啊。我不记得了。这里去年滑就觉得简单了，现在滑一定更简单，因为雪没有那么混乱。可以滑一次啊，再做一次这个就好了。好。然后中间没停的话就，中间不敢了。不敢了，现在不是两点多一点吗？快三点了吧？快三点吗？应该快三点了。我呢？那是变赶了是不是？为求保险，那就。因为沿路回去也是要花点时间了。哦，现在是2:53。对啊，你怎么那么没时间概念啊？因为我没有算刚刚休息的时间。刚刚也是休息啊。对啊，我刚刚没算到，因为我忘了喝水了。我还喝了嘞，我喝就不如。所以不滑了。就往正面滑吧，照原计划。哦，这怎么有没隔亮晶晶啊？它 LED 哦。哪里？那个棒棒。哦。怎么只有它有？是反光而已，没有 LED 啦，是太阳光照射的。这么巧，而且各种角度是反光，就是它反光面也太大了吧？各种角度我们都觉得它是亮的。这个声音有点大。你说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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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就是这个吧？什么？就是这个吧？这也没在动啊。还是上面。我的膝盖都快被敲了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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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你看这个尖尖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尖尖的三角形的洞，这也有一个。都有铁的东西，很危险哎，这真的不能滑。它是防雪崩的，还是它是这个棒棒地基的一部分？嗯，不知道啊，我就有人来滑摔下去痛死。好了，就往正前方滑，就可以看到。就是这个我有点搞不清楚方向，我不太知道这个在哪里。现在我们的左边就是，往一左边一直过去就是烧耳山，然后左前方是对面是，你看这边，这个是高天原，左边是 family。对，所以是往右边滑，不是往前面滑。
就这里啦，就往右边滑下去，过那个桥，桥前面好像被网子挡住了，只能推过去了。这就马上回去了呢。是啊，飞摩里可以滑一滑，高天眼也要滑，再滑一次，你知道吗？往右边。西管山正面，正面跟背面，好啊，然后对面是高天远，好，那就走吧，走了。你要再滑一次是往后面呢？不是啦，我是说这个不滑了啦。对啊，就回去，那你就走前面。差一点点，跟我一样要爬这一下，差一点点。中间隔了一个那个、啊，那个叫什么？汤内之汤内诺莫里，在这一堆树林里面。然后我们为了要回去，也得滑一次那个小树林。这里切进去，那个人那个地方。然后我们去年也推个钥匙。对啊，所以从上面就要加速切过去。不行的话，就是这个缆车要再坐一次。看清楚在那里，我看看。一团树的角角。但是这边的左边该不会说它是黑的吧？因为左边看起来有很多波纹，右边可能是红的。但是从这里就切不过去啊。左边就有树啊。
我们去年就是坐了两次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去要去馒头区那边搞一搞，才能切过去。好，去那边搞一搞吧。这球打中了，还能干嘛？比赛用吧。切过去的地方，下面也有一条路可以切。哎，是下面切还是上面切啊？不知道啊。上面好像没路呢。看没有，我现在要看那个围网，那个围网围的地方不用看地图，重点是这两个都，我们现在是要看说哪个速度比较够，不够的话就是推啊。这被绿网子围起来的、啊、不然我想从这里切的。不是从这边过来，你看那也过不大来啊。这里这个人很想过去吗？他在练馒头。那这里两条路啊，这条像往下的、啊，橘色那里像往下。不是吧？对啊，橘色啊。问题是我就觉得速度不够的话，好，好，就是绿网子的结尾。那是一只，那是 diamond 吗？对面吗？对。对啊，下半部 diamond， 上半部三只绳，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好像很多馒头哎、欸，要练一下吗？也只能从那里切啊，好吧，拼了一下，要练一下。看来是这样，已经被人练出来的馒头了。不会啊，可以从这样右边这样滑过来，应该还可以。从这边滑过来应该可以。这里也是啊。你被围起来了，你要从这里切过来吗？对，这个洞过来。好、啊，都可以啊。你要直接下来是行啊，就那种，这个也没有，没有很深吧？有很深吗？应该也是还好，只是被人弄出馒头而已，好像都可以。我们上去，我们之前都是从右边下，然后这边看起来是左边，不是左边下、啊，这个是 family 过来的路。那个是 family 切过来的路吗？还是好看一下，上去看左边右边。你看那个东莞山顶，硬要用爬的也是可以啦。好，可以往左啊，可以啊。左边，沙鹅山方面，还是这里就直接可以切了？这里要拍一拍吗？好像跟 Family 山顶的风景差不多。前进一点看看好了。那里怎么有一种磨出土的感觉？那个云海已经消失了、嗯、是吗？是哦，云海就在云海的下面。对啊，消光。后面那个是什么？后面那个两白白的。哎、欸，左边还有云海，你说哪边白白的？正前面白白的那种。你说那两条？对啊。那两条就是我说距离很近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的雪场、嗯。好，拍一张。我觉得我被这个左边这团树挡到，我要拍那边。你要拍那边哦，我是要拍这边，我是要拍沙尔山。
所以呢？他走左边一点，左边没那么深。那我们就一直这样切过去，再切过来，切过去又切过来，来拍个上面往下的馒头照。看得出来吧，因为太阳在左边，所以影子在右边。拍一张。好了。啊，不就要切回去吗？不是啊，我是说这个路右边很深，我是说走这个路的偏左边一点。没关系啊，用这条路切啊。啊，你要用这条路？对啊。我本来是要下去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回来了。你往哪边，我往哪边，你又转弯，我也转弯。是怎样？还好我没有受伤吧，我会气。你，我真的不知道你要往哪边。我要去那边呢、啊，你就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我就来，你还要走。哎，受不了。我没办法走开啊，你刚压住我的板子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受不了。我来这里缓冲，你也冲过来。我想说你要干嘛，我去看看啊，你要动。我啊。动怎么办呢？真是。哎。打滚起不来。因为我的杖被我压住。嗯，滚啊滚的。啊？消耗能量。我只是利用这个当缓冲，我懒得刹车，我利用这个减速回头再滑就好了。起不来，我不行，方向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一站起来之后，大概往后滑一点点。我现在起不来，我现在没有力气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嗯、好的。好。还要继续下去啊、哦？切啊切！到底怎么切过去啊？怎么切？看我刚刚说的那个洞啊，我刚刚不是跟你说。其实现在也看不到那个洞啊，怎样怎样？看不大到呢。这里啊，这一条路啊，真的行吗？是啊，不然再下去没别的啦。是吗？好啊，去啊。
很松啊。好，所以就是这样下去就对了。嗯，松松的。你是坐下休息还是？很舒服。嗯。嘿嘿嘿。你知道你原地有一个屁股印吗？这个吗？是啊。好大哦。你的屁股印。这个应该我们 OK 啊。OK 啊。就是会凹凹凸凸这样，就是橘色那个牌子那边要弯，是不是？往右，对啊。竟然还有人从右边过来，到底行不行啊？它就有两条路啊，一条是过来，一条是回去的。嗯嗯嗯。就下去啊。是啊是啊。啊？你要先还我先？你先好了。兔子跳，对。没有啊，我要跳。对。对啊，就是很多的馒头，我觉得好像不大行哎。嗯，轮到我卡住了，太深了，太深了。卡住啦，很跳跳，感觉不大行。嗯，好的，嗯。那边馒头很多啊，我一看就觉得哇，那个深度我不大行哎。对啊，所以我也过来啦。要走了吗？走啊。哦，都是馒头，真的进来就觉得太恐怖了。
嗯，还有好多、哦。你下面还有好几个。哎呀。穿，理论上也有可能穿得过去，然后我们之前都是先做一次，然后再从上面穿，试试看啊。跳，有没有跳一下？我跳。哎呀，就跳了一下。那就做一次上 family 好不好？啊？还是要回家？怎么了？又不下来。啊？我说就是上 family 啊。高在那边深一点点，你又在犹豫什么？啊？又不下来。我就下来了。哪有你等很久？看我还停下来。嗯。你要再滑一次这里吗？啊。好，那我们去坐那个缆车。小心那里。嘿呀。切过去，没有啊，直走就好了。直走，我们现在在这么这边。你不用切，直走，直走就可以冲过去了，好吗？现在应该中间也不会发生什么奇怪拖时间的事件。
行，实际看到馒头觉得还是好恐怖啊。我觉得搞不好是视觉上的因素。哎，我没有想啊，我刚刚也看到那一边，我就收回来了。没有，就是下去这样蹬蹬两下。可以想象要用的肌肉很多啊。哦，好痛哦，好痛！嗯，等一下是要直直滑下来呢。对的。我们之前没滑过啊。从来有的。直直下来，我们好像没，你好像滑过一次吧？然后我那时候就说不，我从旁边下好了。你好像有滑一次，但是我没有。它上半部号称是黑，因为未整，没有整，然后中段变红。放下来的力量，举起来还好，放下来。我平之前都从这里冲出来。哎，又冲到这一个。那个男的他好像雄壮威武的 pose， 站着往前。对啊，三条缆车都有开呢。小中大，小的下了，中的还在跑。我们是中的，我们是大。哎，还是两个大？没有啊，这是我们哎。哎，有三条缆车。哦，我看到我们自己了。对啊，小中大，右边是中。中还在跑。对啊，这里下了。中跟大就是差最上面一段而已。对啊，最上面一段号称黑。我早上觉得坐很久，但现在觉得好快到了，还可以。我早上不知道怎么就觉得坐好久哦，好慢哦。我觉得跟二四股的比起来，哎、欸，我后来回去看二四股的那个速度，真的比人家慢啊。他只有那个箱型缆车才有时速15，其他的好像时速都只有10。但是我记得梅池或八方的好像会快一点的。梅池那个我们玩山顶的那个碰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很快。喂，对啊，这里的教练也是穿这个样子，蓝色身体，红色的头。反正这里你我都没有在看地图啦、啊。我又还记不记得？我已经记起来了。还不错啊，今天滑觉得连接的还算顺。这条路好像很窄。那个该不会是讲印度话的教练之类的吧？这个树都凹了，你看它这个弯的。哦。超弯。呵呵呵，你看你左边这个，它往左边歪。每年都被凹一点，是这个感觉吗？喝咖啡了，还打哈欠。啊？我说我喝咖啡了，打哈欠。哦，这里粉粉的，有一个人在那里刹车刹车。你不就喜欢玩粉粉的吗？哎，好了。有在录吗？有啊，他的店还是一格。
还是冲不进去呢？边冲边用啊，两相抵消。这个电工作是可以换电池吗？你那颗可以，我这哎、欸，你那哎、欸，好像都不行了。我忘了，那它那个下面的壳可以拆，我忘了里面有没有电。看看哦，而且这上面是不是有点窄？刚看觉得有点像上窄下宽还是怎样？银海已经完全不见了。哦。还是那个四种吗？哦，又变那么近，就搞不清楚啊。好像看很远。嗯，忽远忽近。不大想下还是怎样？他们只有一串是啊吗？应该是吧。欸，他挥手让这一个人下，他们是在上课的吧？下面那个红的挥了之后，他就下了，一次下一个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姿势都跑掉了，不大对劲。这样姿势是对的。啊，我在练习。我右边下的姿势比较错，左边下的姿势比较对。怎样？啊？
啊？你可以继续下，我在继续练习而已。人呢？下，下那么远哦。对啊，在休息吗？没有，我就等你啊。哦，好。快下雪了。刚我那种下法，全身都是热气。哎呀，好热。那我要快滑了。那还要再滑一次吗？还是就你呢？我都可以，都可以。那我们滑一次从红的下好了，红色、绿色下。红色、绿色。就是中间。不是，就是坐到最上面，然后一下缆车往左边转。那个我们之前就滑过的。那走了。我要跟你吗？你跟得到吗？不知道。那好了，够了吧？那你还说就好了，回去还要用点力气滑回去呢。缆车一直搭就回去。啊，我们出来也是缆车一直搭就出来，回去也是缆车一直搭就回去啊。说的简单。就在对面而已嘛。就在对面。
么累的滑板啊。我干嘛要绕路？啊？直接下就好了。哦，你说我可以用不累的滑板一直下，都可以啊。你说要去旁边就是要绕路。对啊，绕路就是用很轻松的滑板，就是滑下来就走了。我就觉得二四果速度大概是这种速度吧。是啊。不知道。跟这个差不多吧。是吗？转得比较慢，电费也比较省嘛。他也一直在说。啥？坐在缆车上吗？对。污染空气。下雪了。五星雪吗？还是等不到？大概这样子，滑雪场的那个上面就会写说，新雪的高度零。虽然有下，但是他说是零。那也不错了，我们滑这个有够舒服的。明天早上先致贺刷一下。什么致贺？不是，烧鹅山，烧鹅山，我们会先坐缆车上去嘛。上去，接着下来的路切到东莞。接着又要再坐上去。东莞的蒙多拉。对。欧哥巴黎的蒙多拉，然后切去奥兹赫。对，接着下来中间有个岔路可以去奥兹赫。你带路。我们昨天有一直路过他。就是他搞得我们搞不清楚，在往左还往右，往左还往右，反正。往奥兹赫。哎、欸。哦，嗯。我们路过奥斯赫的话，在那里休息一次，然后看奥斯赫有没有好像很厉害好吃的东西。没有的话就没有，有的话可以明天中午再吃，不，后天中午再吃，因为明天已经是排那个。你也可以。墨子锅了。只是就觉得票放在奥斯赫对，奥斯赫到底有什么？没有，就是一个雪场没滑过而已。所以只是要滑一次它而已。我只是刚刚突然想到说，哎、欸，那里的餐厅我们也没吃过。但是我去年做功课的时候没印象说那里有什么好吃的，所以也还好。那我们就剩第三天的午餐还没有排而已。明天不就是第三天吗？对，我是说前三第三天，明天是前三第二天。总之就是不要吃烧鹅山的。对啊，后面一天半都是烧鹅山，对，都是两天都是烧鹅山。对啊，那就两张票。你那天如果买四日券有更便宜吗？就便宜一点点，但是四日好像没有加餐券的方案。啊，只有三日啊？对啊。这边是不是很特别？我在华哥跟公司看他的。哦。有人已经折断了还是怎样？超整关的啊，又崩溃啊，冰又重，什么都好了。Thank you.
把牌子收起来了。因为四小屋的缆车也该停了吧？四小屋缆车比较早开。左边。为什么？啊？左边。不就说很轻松的滑下来吗？右边不是很轻松，右边只是可以比较稍微轻松，在这边完全不用花力气啊。好，那就变雾了哈，走了，可以了吗？好像是左边这边才比较对。要绿的还是红的？绿的好像会那个。要推。对，要推呢。我们之前好像都走这一下吧。这里有个小黑线，就好了，要冲过桥。现在是，我以为你是不知道从哪里回家。桥在那边啊，桥是靠右侧通行，靠右走。好，冲啊！欸，有个公车过山洞。太阳变大啦，哈是啊，回来都很顺啊。
志贺高原。啊？这次会滑到西馆，还是要做一次 lift 才能到中间啊？才能到南馆。对，我说这个没有再滑下来，现在就回家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雪场用不着再滑一次。这是红灯的，红灯的。滑回去西馆，西馆最后加速冲到缆车站，看你能不能顶上去。你要拉我？没有，那边没办法拉，那边有一个拱上去一点的地方。他刚磕的不是很高兴吗？摸地结果摔倒。我没有看到。刚摔倒的那个人就是坐着现在这个 pose 的样子。对，他们好像就是在一种很危险的平衡状态下，就是追求那个抓地。对，过来一点就倒了，上去一点就抓不好。可是我觉得看他们的动作，我都觉得大腿爆酸的。嗯，是吧？啊？我们也会啊。我们如果很磕的话，我们脚也快贴地面了。如果我们到那么厉害的话。我为什么知道他是请教练？嗯，我也不知道。有人教的。嗯。那你愿不愿意一直在一样的地方一直练？那老师如果在教在调你的姿势的话，不是就要这样吗？嗯。还是你觉得自己练就好，没必要老师？也不是没必要，我知道教练教我的，假如有十个的话，我可能有七个还没有做到很好。其实我根本不记得他们教什么。那个时候我太害怕了，什么都没有办法。嗯。就要往那边去。是啊，用冲的，冲去那个方向。好像有看很多人过来，就是大家会来找你干嘛？但好像看有个点子。对啊，其实。如果又要说兼练习又要兼好玩的话，烧耳山一个就够了，然后一直做拱多拉，拱多拉速度也够快。这就是跟蟹菜一样啊。也是没错啦，但如果真的要精进的话，就是要一直练啊。我们烧耳山倒数两天都是烧耳山。我说你不要摔倒，下来。鞋带来鞋板？鞋板吗？还是什么？好高哦！一宿。
中间赶不停下来的话，你就一直冲吧，冲了。现在几点？红灯呢？还是绿灯？好，它一直都亮的是红灯，它不会亮绿灯。它好慢。下来，上面的人不用了，他是趁机睡觉吗？上面的人回来了，中间的岔路千万不能走错。回南馆的岔路，我们叫第二拱多拉。你说这个，这是什么什么高速了？高速，但是我说我们的拱多拉的，应该是第二吧。对啊，很奇怪，它东莞明明比较新，但叫第一耶。不知道啊，比较贵，但是未必比较新，谁知道？看起来就很高级，大腿还是，但是滑的时候没有酸，但是我知道他们在酸，但他没有滑的时候沒有，我回家就去打他。啊，烧饭！他会烧饭，就要烧饭给我们吃。什么烧饭？他说你来住，你的那个住房费就是煮烧饭给我们吃。切！啊，是吗？可以哈。你看这样子的树的分布的密度，密密的。对啊，你订的我们就多了一个床垫。不是多了，当初的安排不就是这样吗？但是我是想我姐快来这样子。嗯，我是趁着一切优惠都有的时候。希望是好的。嗯，应该很好。Friends Bed 原来你看的那一个是5万。可以。我现在看的这个是15万。哦、嗯。我是乱看的，我是只是觉得这牌子好像不错。我不是跟你讲了吗？那你等会你选日本制的吗？它全都日本制啊。而且想要买日本制的东西、啊，而且我们的冬被跟夏被都是日本制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羽毛被好像是日本制的，它还好。夏被好像我也是那时候选是选日本制的，反正、欸、很厉害耶，夏被可以盖到11月、嗯，夏天的被盖到11月都可以耶，嗯，很厉害了。所以搞得我们冬天被盖很短，但是冬天被太热了。现在没有觉得太热啊，现在很冷啊，怎么会太热呢？之前盖会觉得太热啊，都要踢掉，雪掉下来，哈哈，有一波，是不是好高？哈，不是大声的问题，是某个频率。对啊，跟我这样，哈，有没有小动物探头啊？后面都丢了。雪雕很难吧？它白色的，它看着你，你看不到它。
觉得它天黑真的没那么早，我觉得贡多拉只开到3:15真的很短。哦，好懒，只有烧鹅山比较短。对啊，我其他都开到4点多。对啊，所以我说它偷懒啊。四小屋也是比较早关，它比较高啊。对啊，就是上面先关，接着中间关，再下面关。对啊，它高啊。它往关和错都不知道巡逻到几点，不过和错应该会倒一圈吧，倒一圈应该是要帮助的。压阵。在出马之辈在盯着我们下山，我们还要下山。哎呀，被抓起来合照。他长得很可爱。他等我等的脚很酸。都懒得滑啦，还说我们应该可以，结果快摔死了。应该都先去过白马就去就可以了，但是没去过白马就去就很开心。都没了的。那条在哪？什么狮子走？那边左边。啊？哎，那里左边？那个黄色招牌不是写左边箭头吗？是这么？它狮子走是什么地方？哎，哦，这边就是南馆，拍谁？狮子走，左边是东馆。好像狮子走就好了哈。是狮子走到了。好像是哎、欸。对啊，狮子走就到了。好、啊。你走我后面，你先拍我一下，你先走。好啊，你走，你走。前面都已经是平的了呢，前面都是平的了呢。对呀，你这thank you.
很少人住这吗？啊？很少人住这吗？为什么这样说？你看没什么人。有刷几年要刷一刷？懒得刷了。你说今天终于有人挂刷子哦？哎，他连缆车门都关了。因为呢，要放柜子，柜子是积了湿湿的。哦，那刷一刷。我觉得重点是鞋子啊，反正就懒得管了。先刷鞋子。好像也还好。我鞋子应该是用弹一弹就可以了。你的棒棒，嗯，对着我叫一下。没有充地球。应该没有弄到你吧？嗯。我这边在刷雪板，那个冰一直飘出来。你头太低了，是不是？你是都塞在我的头里面？对啊，我说你不会觉得冰冰的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拍拍你，我觉得冰粉然后往有点往你那边飘过去。又有冰粉了，雪粉飘啊飘，结冰了。因为中午的水滴就变结冰了。我因为之前贴胶带贴的都发黄。你的那胶带还在吗？都撕掉啦，但是板子已经发黄。哦，好了，随随便便。回家那停在那边。对啊。我抓着我手上都是湿的，你帮我拍一拍。还有，刚你是我的头。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没关系啊。好，乖。